我现在出门了，今天戴了一个帽子，怕自己的头被冻坏。啊，现在到了这个汉堡王，现在要去吃早餐。学校了，现在我要去拿教室了。啊，这个早晨还是很美的，学校超级美。我决定去我最爱的小厅，然后再去上我的课。走啊走，走啊走。没错没错，还有第二道门。哎呀，嘿嘿嘿，开灯了，我们美丽的教室。这是钢琴，我的天哪，终于到了。现在我去上钢班课，这是我们学校的大厅，通过这个门可以到另一个教学楼。刚才那个门死了，然后门卫让我走另一个门。这次的门特别特别的重，这么扛很。好热好热，这个就是我第四节课，第四节下课去上钢琴班课。我的钢班老师还在路上，这是我今天的教室，超级棒呀，感觉钢班的教室。下课，我来到这个地下商场里吃一个午饭。学校食堂还没有开门，12点才开门。一个是什么？
我终于可以吃饭了，我这个体力消耗特别快，走终于可以吃东西了。为什么这么黏？粘。为了吃这个，我不想吃太多肉，吃很多肉可能会发胖。吃这个海鲜还可以。我觉得墨西哥越南菜还挺清淡。吃饭要慢点吃的，可以减肥。